宝，最近有网友问说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没有更新视频啊？这几天一直忙着在收拾身后这个场地，准备再建个圈舍。昨天有位贵州的网友说，有十几头牛想卖，想让给他发个视频联系一下。今天下雪了，不能干活，录个视频给他发一下。要是离得近的话，感觉有意向的。可以私信我，我把他的联系方式给大家发过去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他们说，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提，还是哪里的杏花才能酿出绽放外，悠悠驼铃声声响起。我知道，那一定不是你。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。绽放外，悠悠驼铃声声响起。我知道，那一定不是你。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。再没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些牛是一个。贵州遵义的一个网友的，大家要是看的有意的话，可以跟他联系一下。具体价格你们要自己谈，我是纯粹的帮忙，要是感觉有意的话，可以私信我。